제 첸보 돌던님이 장존의 말라 첸보가 겨더 벌크 땅은 장두실물도 돈바두지 장라샹설로회를 던져 전리신라리 공부론리 부부 딥겨주 노르도의 준서들 장소의 마음쇼 안즈담 반자야라 솔완디 내 진로 제미장컴스인 자활 득기신로 열라만 님의 번소 잡라와 솔완디 강결 도반 법을 신길로 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这次乘国庆的放假，大家呢利用这样难得的空闲时间，一起来学习佛法，积累一些解脱的资粮。这次呢，我想针对大家目前学佛的情况，根据佛菩萨经论当中的教真和大恩上师方瑞宝的珍贵教验，来和大家谈谈有关学佛的真学方法。因此呢，题目就是如何学修佛法。那么大家很清楚，现在佛教团体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并且呢，佛弟子们所从事的自利利他的事业也越来越丰富了。还有呢，就是闻思经论、修心打坐、方身护身以及各种慈善的事业，现在呢，都逐渐开展起来了。那么，在从事这些多种多样的活动的同时，大家必须也应该分清楚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并且呢，应该抓住其中的核心内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下面我们首先第一部分讲佛法的核心，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就要落到佛法的核心上。那么有人提问，佛法的核心是什么？那么要认清这个真实问题，就要从解释众生轮回真相的十二缘起智当中呢，去寻找真实的答案。所以呢，首先我们来看轮回智库，也就是说，第一个就讲轮回智库。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会看到许多需要帮助的众生。打比方来说，花光了积蓄还没有治好重病的家庭，同样还要遭遇飞来横祸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另外呢，在贫困地区上不起学的孩子，以及那些疾病缠身的流浪猫啊、流浪的狗啊等等，他们的处境呢非常艰难，尽量去帮助他们，是一个佛弟子应该做的分内事，也是慈悲心驱使的一种必然行动。那么同时呢，也用智慧观察，也应该看到，解决了他们的意识秩序，是否能解决呢他们的一生意识秩序呢？那么大家清楚，事实是无常的，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真正帮助后呢，他们是否从此就没有困难了呢？这是谁也打不了这个包票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个凡夫人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些现在接受帮助的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注定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各种困难。那么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轮回的十二缘起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轮回的因是烦恼和业，那么轮回的过呢是生和老死。如果在因上没有正式解决，那么生和老死过程当中的各种苦难将会源源不断的涌现。那么由此可见，目前对他们做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效果是有限的，而就像央汤自沸一样，在一锅水已经沸腾的时候，只是把表面的开水舀掉是无济于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啊，锅底的大火还一刻不停的在燃烧呢，而且呢还有更多的众生正在遭受比这个更悲惨的苦难。他们有的生活在地狱，有的呢生活在恶鬼道当中，而且呢每天遭受着八热地狱、八寒地狱或者疾苦等等的痛苦的折磨。那么这样我们看到天下凡夫六道的众生，他的真实状况没有任何夹杂不真实的情况，确确实实都是在苦因苦果当中，一切感受的过报都是离不开种种苦难，并且呢下下道的众生非常悲惨，天天呢离不开苦苦等等的折磨。下面我们来看看苦得更远，也就是说第二个呢讲这样轮回的苦怕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进一步讲苦之根源，也就是说道之凡夫众生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去观察这方面。那么首先就是业力，正是这些业力的不断出现，才出现了各种各样大家不愿意见到的结果。如果有一种办法能帮助众生消除业力，那么这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就能够给他们带来更深光和更长远的安乐。那么大家需要知道消除众生的业力啊，比较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功德正式回向给众生，让他们呢终也见清，清也消除。但是就业力的宗旨来说，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每一个凡夫众生都已经积累了无数亿了，并且呢性的业力宗旨还在不断的产生之中，因此呢这业力种子是无法通过精进回向的方法来彻底消尽的。业力种子啊，是因为烦恼而种下的，那么种下了的业力种子又需要烦恼的滋润才能不断的成熟，那么控制并且消除了烦恼，那就切断了业力的命脉，也就是说达到了消除众生苦难的目的了。那么烦恼是否有根源呢？那么再从烦恼的来源上呢去寻找，又会发现凡夫众生的烦恼来自对人我的执着，而人我的执着呢有来源于众生的无明。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寻找，就把道着凡夫众生苦难的从浅到深的各种原因都找到了。那么只要端出了出于源头的众生的无明，
那么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消除世间终生的各种苦难了。那么想如何来断除凡夫众生的无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断除苦难源头的真实方法，也就是说讲第三断除苦难源头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没有钱生活，那么有钱的人不是一些钱他就立即能消除贫困，但是呢要断除凡夫众生的无明，那么比起做世间的善事要复杂和艰巨的多。这就是世间的财富所不能解决的。那么要解决凡夫众生他的无明，那么就像医生呢能给病人看病一样，要有一定的能力。而且呢最理想的就是自己呢已经消除了无明，自己呢已经消除了烦恼，最少的程度上呢也要已经知道如何消除无明的真实方法。那么从哪里能找到彻底消除无明的真实方法呢？如果想单凭凡夫众生自己的能力找到吗？决定不能。否则呢从无始以来那么多的时间里自己要能找到的话早就找到了。又想从外道和世间学说里能找到吗？也不能。否则呢他们也早就该解脱了。接下来呢我们综合观察这个世间上各种宗教各种学说之中只有佛法才提出的苦难的根源，也就是说无明导致了我执，从而呢产生了烦恼，制造了业力，形成了苦果这一缘起的规律。因此呢一个聪明的人，励志的人，对自己前途负责任的人，对他人的苦乐放在心上的人，就应该从真正佛法当中去求得能够脱离这种十二缘起之束缚的真实方法。那么有的人说啊，学佛很难很难，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下面讲第四，学佛难吗？那么这个的答案应当是这样讲，也就是说佛法中确实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凡夫众生在轮回中受苦的原因以及脱离轮回的方法。那么这些真理和方法是否能够马上学到手并付诸实践呢？那么这个对于少数智慧高的人来说是可能的，历史上呢也不乏这样的榜样，比如说六祖大师啊、全智摩婆罗摩伽啊、上师方如意宝等等。但是呢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不用说加以应用，单单是理解这些真理和方法都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那么讲到这里有人想，为什么会困难呢？是否佛法故意弄得晦涩难懂呢？那当然不是的。我们要清楚，凡是佛法都是僧者们的先良境界。这个呢其实和大家现在的吃饭喝茶等的鲜亮境界一样，都是呢平白一动的，同时呢也是符合例证，是有理有据论述的非常清楚明白的。那么既然佛法那么的明白，为什么就不容易学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它的真实的原因。那么原因主要就在于凡夫众生习惯了世间的轮回法，众生的心趣和智慧也都只局限在
和颜千丽相关的事情上，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时间以外的境界，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证实学佛。对弘扬以初时间功德为主的佛法感到很陌生，也就不足以为奇了。但是呢，不管多么陌生的东西，只要愿意学，都可以一点一点熟悉起来的。那么对于能给我们带来最大好处的佛法，当然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熟悉了。这个对佛法的熟悉过程归纳起来就是闻思嗅这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就是学佛的核心方法。第一个部分关键需要明白，闻思嗅这三个步骤就是学佛的核心方法。那么这一章我们讲了不少的闻谛，而且这个闻谛它的终点在哪里呢？下面我们简单做个总结。也就是说，甚是轮回的四字是无尽的苦难，苦难的根源呢，不是缺少财富，二是呢业和烦恼，业和烦恼又产生于无明。因此呢，要彻底解决轮回的苦难，就要解决无明这个根源。而所提到的这些内容都是呢在大家的说着范围之外的，因此呢必须通过问思嗅三个步骤才能够把这些佛法学到手里，解决自己和众生的所有生死的苦难。所以呢，就是佛法的核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下面来看看什么是闻思嗅，也就是说讲第二个部分，什么是入法的闻思嗅。那先来看看闻思嗅的法相，也就是说闻思嗅的定义是什么。那么这样我们首先就讲第一，闻思嗅的定义。那么总的来说，闻思嗅是学修佛法必然要经过的方法和步骤。其中问呢，是首先从佛菩萨的经论里了解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本质和根源，也就是苦谛和寂谛，还有了解到摆脱这种苦难本质后的殊胜的境界，以及摆脱的正式方法，也就是灭谛和道谛。那这样问就是来自可靠的佛菩萨经论所讲的内容，首先要如理的听闻，要了解到整个轮回的苦因苦果，然后脱离轮回解脱果和解脱的正道都要真实了解到，这样算问。那么四呢，就是把听闻到的法义消化吸收，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层次，成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就是四。那么嗅呢，这是用这些闻思道的法义来替换掉自己旧有的习气，并且呢最终使自己的形象学，或者呢就是说思想呢和身正呢完全一致，达到彻底根除无明的目的，这就是嗅。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三个步骤其实呢不是佛法独有的，学习世间上任何一个知识也都是需要经过这三个步骤，最后呢才学习成功的。所以说这其实是终身学习新事物的一个同性的步骤。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学开飞机，那么首先呢要从理论上学习飞机的各种原理和飞行的要领，并且呢牢记在心，这就是问。那么其次呢要不断的揣摩，
并到飞机上去实地的体验、理解、领会这些原理和要领，这就是四。那么最后阶段呢，是在教练的指导下，实验费心，不断的联系已经理解的原理和要领，将其编成自己性的习惯和经验，这就是嗅。那么这样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闻思嗅三者的正式定义。那么在闻思嗅当中是否存在着误区，有哪些误区呢？下面我们来看闻思嗅的误区。那么在闻思嗅的过程当中，一般佛弟子要避免五个误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认真听闻，也就是说有的人呢，以为听闻佛法就是听个传承，求得传承的一个价值，在听闻的时候呢，左耳进右耳出，不专注于听闻的这个法音。如果对于法语不具备恭敬心和信心，就得不到传承的价值，反而呢缘正法而造下严重的恶业，而堕落恶趣当中。如果对法语具有恭敬心和信心，则必然会认真听闻，并把听到的法语牢牢地记在心中。所以一般没有提心真的正念，不认真听闻，这就是第一个误区。那么再讲第二个误区，也就是说自听闻不是味，仅仅在进行听闻，听了很多法，念了很多经，背了很多书，却没有去认真理解其中的法义。大家要明白，一直只是在口头上念叨苦苦、坏苦、幸苦啊，或者说空心啊、光明，而不去懂牢经如理思维，是不可能理解这些深深法义，不可能理解这些了脱生死修行的法义的含义。如果没有经过如理的扎实的思考，即使获得了一个问慧，这个问慧除了能帮助认识烦恼之外，还不能起到对治烦恼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呢就像化冰冲击重的冰一样，看到那突重的冰能让人知道冰长得那么样，但是呢还不能用来正式冲击。前阵麦胖仁波切他老人家在丁解报顿论当中说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与接导果一切法生其正识之定阶，听闻圣心此耳者，犹如道欲比音相。也就是说，对于即道果所涵盖的一切佛法，有两种不同的闻思结果。第一种呢，就是根据教理如理思维，从而呢因生出坚定殊胜的定阶。依靠这样的定阶所提供的真实道路呢，可以极快的证得涅槃。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没有随教理进行如理的思考，只记得一些听来的词句，说白了这种就是因无血色，这是问得圣性，不能应生智慧，不能前除障碍，因而不殊胜。就像智上说话以及心中臆想出来的道路啊，没有实际的作用，不能导向正式涅槃。同时呢，在思维的时候必须突破自己旧有的思路，必须突破自己旧有的观点。倘若以自己的狭隘的观念，以偏执的观念来修改佛菩萨纯净的见解，这就落入到了回气的过失当中了。所以呢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正确的方法应该就是尽可能的站在佛菩萨的高度上，
如是的换原出佛菩萨将说经论式的心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与佛菩萨经论相应，这就是获得经论真实意义的一条捷径。所以呢，就是自听闻不思维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第三呢，就是在闻是佛法事不联系事迹，这也是一个误区。佛法的闻是必须和事迹联系起来，大家要知道佛陀讲授的一切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那为了消除众生人我之法我之以及由此产生的烦恼障所执障，因此呢，讲的不是别人的事情，就是大家身心相续中的一个真实问题。如果没有和身心相续联系起来，没有和现实进行对应，那么这样的文字呢，就变成空谈了，没有任何真实的效果。说白了呢，浪费了获得法义加持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闻思佛法的时候不联系事迹也是一个误区。那么下面讲第四，自闻思不修行也是一个误区。也就是说，修行是获得佛法中真法的唯一的途径，也是闻思的目的所在。已经通过闻思历劫并结合自相续进行体验了，也形成了稳固的证件，但是没有穿析这样的见解，没有速速观修这样的见解，没有使这种见解成为自己的新的良好的信息，没有在穿析当中去对治旧有的烦恼，替换旧有的习气，这是讲快到手里的如意宝方在一变，更加是一种浪费了。所以呢，自闻是不修心也是一个误区。那么下面讲第五个，自相修心不相问事也是一个误区。大家需要清楚，正是因为大部分人无法直接产生修心的功德，也就是说修不起来，所以呢才需要进行闻思。修不起来的原因呢，是不知道修心所需要的间接和方法。那么通过闻思来知道正确的间接和正确的方法后，就为修心消除了废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不需要经过入法到量的闻思而想要直接的修心呢，这个呢对于像普贤王如来等等少数三根身后者来说是可信的，但是呢对于眼光还是局限于实践的一点得势的大部分人来说，这完全就是一种缘木求鱼的行为呢。而且忙碌半天不但没有很好的结果，最后呢面对解脱的心性都有可能会被磨灭掉了。所以呢，我们讲第二个部分，为什么让我们要正视如法的闻思修的问题。确确实实什么是如法的闻思修啊，人人需要清楚，要记到心里啊，真正的如法的闻思修是什么样。没有如法的闻思修，而且有颠倒误区的地方是哪些，一定要搞清楚。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那么总而言之，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性的这个方法。修性呢，是通过闻思修三个步骤来实现的。那么其中修是核心，闻思是修性的前提，那么这样闻思修三者都不可缺少。如理的闻思必须充分理解法义，尽力体会出佛菩萨的原意，并和现实进行意义的对应，这个相当的重要。那么
正确的对待学佛的方法，对广大的佛弟子来说是一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事情，而且人人需要知道并且记在心里。方法得当了，就能逐渐产生出烦恼业力减轻了的效果，就能首先用佛法感动自己，感动了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再来用佛法感动他人。而用佛法来感动自己的方法呢，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比文思修更好的途径了。如果学佛方法不得当，不按文思修的规律学习，那么就有可能学了几年十几年都还在原地踏步，没有一丝一毫的气色。所以呢，就是没有如法的文思修，确实就是没有任何进步，没有办法转变自己的观念，没有在修行上日日夜夜或者是每个月每年没有任何增进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就是没有如法的文思修而导致的。所以呢，我们第二个部分讲什么是如法的文思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想文思修是否有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些标准具体是什么呢？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说文思修的衡量标准。那么首先来看什么是文思修的衡量标准，这个也是人人需要知道，要记到心里，然后自己有自明自知，可以衡量自己相续文思修的标准真正成功了没有，都可以观察。所以呢，第一个什么是文思修的衡量标准，我们大家要清楚文思修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衡量标准，其中问的标准是产生出问慧，事的标准是产生出事慧，修的标准是产生出修慧。无论文思修哪一个法门，比如说因果法门也好，般若法门也好，净土法门也好，衡量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是否产生出了文思修善慧啊，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什么是文思修善慧。那么什么是文思修善慧呢？总的来说，问慧就是听闻之后得到的智慧，是自己的心里对法义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个呢相当于时间缩缩的学习知识的一个阶段。然后社会就是对问慧入理思考之后所生起的智慧，这是自己心里对法义清清楚楚的理解，这就是社会。这个呢相当于实践的理解知识的阶段。然后修慧呢就是对社会进行串习，修行后产生的智慧，是把法义真正融入进了心相续，这个呢相当于实践的运用知识的阶段。那么这个三会的真正的标标准准的一个界限，大家需要弄清楚啊。为了大家弄清楚，我们下面呢通过比喻再做说明。比如说学修中观的人我，那么问慧就是对于人我的法义了解的清清楚楚，了解到了由清仅仅是圣和性的无中蕴聚而已，即使在世俗当中也根本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完整一体的不受其他因缘影响的所谓的我的存在，这个了解的非常清楚，就是问慧。那么思慧呢就是对以上的
法律精心的入理的思考，并且呢最终接受，是人我间接成为了知己的事项，这就是四会。那么修会呢，就是在穿细了四会，对子掉了我之习气后，在心中产生的无我的真实状态，就是修会。这是第一个比喻。又比如学习菩提心的法门，那么问会呢，就是对于什么是世俗菩提心，什么是生与菩提心，他们各自心称的印书，他们的功德等等方面有个非常清晰的了解，这就是问会。那么思会呢，就是仔仔细细思考了问会的内容，对于菩提心各个方面的合理性有了很清晰的理解以及很稳固的理解，这就是思会。那么修会呢，就是按照思会的制道，在现实当中串习实践之后，自己内心逐渐转变成了菩提性的相续，这就是真正的修会成功了。这就是第二个比喻，说明了一下。那么还有想学修净土法门，那么问会呢，就是在对经论精进的听闻念诵书写等之后，心中获得的对极乐世界的速生、娑婆世界的下列、阿弥陀佛的愿力、念佛的方法等等方面很清楚了解，这就是问会。那么思会呢，就是对这些所听闻到的法义具意翻善，如理尽心，充分思考后所获得的正确的理解。在这个时候呢，在不需要翻看经论，当提起西方极乐世界，就明白他为什么会是如此如此的殊胜；想起娑婆世界，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是如此如此的下劣；提起阿弥陀佛的原理，就知道这些原理为什么那么的伟大呢？提起念佛的方法，就知道这些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应该在什么阶段应用等等。那么这就是四会。那么修会呢，就是在对于以上的四会不断的串续，不只是在理论上知道，已经能够实际的体会到娑婆世界的种种的缺陷，以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殊胜，还有护着阿弥陀佛原理的殊胜功德，以及念佛的实际的效果，这就是真正的修会。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不论是文思修哪个法门，真正文思修以后要产生文思修善会，那么善会产生了没有，自己反问自己，或者用自心来这个观察内心的状况，因为都是知明知智的，所以呢可以就是真正觉察到自己相续当中是否产生文思修的善会。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文思修三会的殊胜作用，也就是说讲第四个部分，文思修三会的殊胜作用。那么文思修三会的作用呢，总体上可以讲它的殊胜作用，分别可以讲文思修三会的殊胜作用。那么文思修三会的总的殊胜作用是什么呢，就可以这样一句话来下结论，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文艺尽量，就是文思修的总的殊胜的作用。所以呢，首先讲第一个，三会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文艺尽量。我们要清楚，三乘佛法的功德都是从文思修获得的三会中产生出来的，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佛陀都是呢对于法宝进行了精进的文思，然后呢按照获得的智慧不折不扣的进行串习修行，才得以成就的。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
光度了娑婆世界的无量众生，而且在如今的无作恶事，众生仍然拼借着本师流传下来的无比的法宝，在获得解脱道上的种种利益。但是大家要知道，在久远界前，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一位凡夫，而且呢，还因为剃了母亲的头而堕入在地狱之中。如果没有文思修，他能够给众生带来这么大的利益吗？再比如阿弥陀佛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连痛苦的名字也听不到的殊胜的国度，利益了一切世界的众生。假如当年法藏比丘没有精进文思修心，以他的力量能产生出如此大的能力吗？再比如弥勒里巴尊者之前为报仇杀死了35个人，犯下如此大的恶业的人，在世间上也是少见的。但是呢，尊者却依靠佛法的力量寄生成佛了。佛法就是这样，如果如理闻思修后所获得的力量，不但可以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还可以让人脱离轮回，成就佛果。从弥勒里巴尊者身上可以看到佛法的无穷力量。还有像曾经的南陀尊者，贪心很重，即使出家了也还念念不忘出家的妻子。当他依靠佛陀的圣力见到了天上的天女，则有一心别恋，开始贪求其天女来了。同样曾经的须菩提尊者，他的诚心很重，就连听到风吹雨淋的声音也会莫名其妙的生气。还有曾经的咒力盘陀切尊者，他的慈心很重，经书背到下一句就忘了上一句，但是他们最终都成就了，成了佛陀座下的大阿罗汉。那么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法宝孜孜不倦的文思修心而产生的智慧。如果我们获得了文思修善慧，这将比世间上最珍贵的东西还要珍贵上百千倍的。这能实现我们下满人生的价值，使自己成为世上最富裕的富翁，并且呢还能帮助亲戚朋友啊，使他们也能沾上佛法的光，获得佛法的一份价值。这个问题呢，在谭虚老法师的因城回忆录里就记录了一位叫刘文化的居士，他呢研读了7-8年的楞严经，这个之后呢在鲜亮的境界当中呢超度了自己的原嫁妻子女儿和父母的故事，大家可以找来这本传记看看。那么获得了文思修善慧，还能认识到周围的亲戚啊同事的烦恼，并且呢用如理作意的法义来实际分析，帮助他们减少烦恼，压烦恼，净化他们的思想影响，并带动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做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获得了文思修三会呢，还能对于社会的和谐啊、国家的安宁呢等都有很大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呢根基逐渐成熟之后，甚至呢有可能修持6个月就能成佛的金刚乘迷法。那么这种对于成立在轮回无数劫甚至是笑穴都要读上留念的众生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获得了文思修三会之后，就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所以呢，我们大家要清楚，这样殊胜的文思修善慧在外道与世间的学说之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多只是让人祈祷一个并不存在的边际神我，
想都没有想到中圣的心心中本来就存在着功德圆满的如来藏光明。因此呢，我们应该好好的闻思修佛法，努力获得闻思修善慧，让相续当中充满佛法的功德。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闻思修善慧总的殊胜的作用。那么闻思修善慧分别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里呢，讲这个善慧各自的作用的话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功德。那么我们就针对世间凡夫众生来说，问慧禅师的作用就是认识烦恼，四慧禅师的作用就是压覆烦恼，修慧禅师的作用就是根除烦恼，就是这样来了治闻思修三慧的作用。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问慧能认识烦恼。那么获得的问慧能够认识烦恼，我们清楚凡夫众生的特点就是整天都身处烦恼之中，但是呢认识不了这些烦恼，还认为自己各方面还比较不错。其实啊，世间人的很多的认识都是颠倒的，比如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把自己考虑到最前面，还有呢把对异性的谈资说成是伟大的爱情，还有呢乱发脾气伤害别人说成是张扬个性，还有呢把为自己的名为利养的努力说成是有上进心，同样呢把执着呢当作是褒义词等等。那么这些现象都是呢没有清净智慧所导致的，是无明的自见的体现。那么长期这样的非力作意，导致的是忙碌一生最后还是一场空，不但什么都没有捞到，还增加了许许多多新的业障。那么通过对佛菩萨经论的如法的听闻，就能发现那些是对自己和他人真正有利益的应该是信的，哪些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害的应该放弃和端住的，对自他有害的就是烦恼。那么这样当自己或者他人的烦恼出现的时候呢，虽然没有能力直接当下进行对治，但是呢能马上认识到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犯了错还不知道哪里错了，这就是温慧的作用。我们举例子来说，比如有些人经常在说，哎呀我的执着很大就是放不下呢，这句话就是癫性的听闻了，但是没有产生温慧的正式情况。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只是笼统的知道呢有一个执着，但是呢执着具体是什么样子，如何对引导自己的身心相续上，这是一点也没有考虑过的。虽然他说的时候就处在执着之中，对于世间的恩缘自己的功德等等都在当作实有的，但是呢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就是嘴里说的执着，不认识自己的执着，更不用说如何去正视对治了。所以说真正具有温慧的人会有一分惭愧心，不会若无其事的，甚至是显要办的在说，哎呀我执着很大了，绝对不会去说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温慧能认识烦恼的一个情况。那么再下来我们就讲，也就是说第三个，四慧能压伏烦恼。那么获得了真正的四慧能够压伏烦恼，为什么呢？我们要从真实的原因上需要明白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四慧是在思想上接受了自先学到的问慧，这相当于世间所说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得到了深化。虽然因为之前错误间接的习惯势力还在，心里呢还不断的
会有和它相应的烦恼的出现。但是呢，当这些烦恼出现的时候呢，通过问慧能马上把它们认识出来，通过智慧呢，则能运用如理作意，而把烦恼压服下去，当下可以压服下去。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当自己看到某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那么具有智慧的人就会用理解道的法理如理的去分析，知道自己之所以看对方不爽，是对方在某个地方没有按照我的标准在行事，伤害到了自己的我执，这样呢就通过对方发现了自己还隐藏着那些执着，并且呢在这个方面会产生不爽，说明类似的其他事情都会让自己呢升起嗔心，这样的自己还根本不可能处理轮回的这样牢狱。另外呢，对某个人不爽，说明自己慈悲心还非常肤浅，没有认识到对方过去时对自己养育之恩，对不起过去世的这位母亲，就如同对不起今生先世的母亲，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那么根据智慧可以有这样的尊重的如理作意，这样就能把心中的不爽和执着给压服下去，甚至呢还会由此而感谢对方提供了让自己发现毛病的一个机会。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智慧能压服烦恼。那么接下来讲第四，修慧能根除烦恼，也就是说真正获得了修慧能够根除烦恼。所以大家要清楚，真正的修慧就像文殊菩萨的宝剑一样，它能断除无明，这就从根本上呢把产生烦恼的可能性给截断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进行抉择，比如说修这个背心，那么当穿戏成熟的时候，背心呢成了自己的习惯思维模式，心里起心动念都在背心的状态当中，任何时候呢都会把终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样虽然贪嗔等烦恼的种子还没有彻底断根，他们的细气还会匆匆欲动，但是呢烦恼不会再有先性的机会了。而如果修的是般若的法门，那么这个呢当彻底见到一切万法都没有四智，心而无自心，都是呢入梦入幻一般的时候，众生即使要产生自有的执着，也没有可以产生失智的说尽了。那么执着断除，烦恼也就没有立身之地，念根拔除了。又比如修人我空性，那么当对于未晕无我喘息成熟后，先量可以感受这个世界就只有如幻的无中蕴聚，而他们又是多替的刹那变动的，互相产生因缘作用的，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常意自在我你他可以制作的。那么这样心相虚你就非常的寂静，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不会有任何的烦恼，因为没有一丁点可以产生烦恼的因素。这就是修慧真正到量先欠的时候踏的一种寂静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不会有任何烦恼，不会有任何躁动不安的状况，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么还有想修世俗当中万法如梦，修如梦观，修慧到量的时候呢，每天精进的穿习，一切的万法都是一缘所生，没有丝毫的来来去去，也没有丝毫的实有的本体存在，就像镜子当中印象显现一样虚幻不实。那么功夫成熟后，就会在先两种感受这种空令的境界，在这种空令的境界当中呢，烦恼的现象就得以永远消除了。这就是修慧的作用，能根除所有烦恼。
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认识到文思修善慧各自的殊胜作用后，我们就要在现实当中用他们来检验学佛的效果。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讲第五，文思修善慧是检验学佛效果的标准。那么在今后的佛法学习当中，大家应该呢以文思修善慧这三种标准来检验自己的学习的真实效果。就拿现在在学的般若瓶师金树如意宝来说，那么首先呢，每次学习前至少要先把偈颂背下来，并做相应的预习。预习呢不能做过场，要造出金水如意宝的脉络，标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在听法的时候呢，认真聆听对法义的解释，同时呢还要能够知道，比如说自性啊、空性啊、现象等等法相名词在现实中的含义。那么听法后呢及时复习，那么这样呢就基本能产生出问慧来，知道了自己在哪些地方制作了自心，哪些地方本来应该是空性等等。其次呢，要对法义精心细致的分析，既要抓局部又要抓全局。抓局部就是尽量理解每个法相以及段落的意思，抓全局呢就是把对法相以及段落的理解放到全论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并且呢在法本的指导下，在现实当中观察自心为什么是空无的，现象为什么是如幻的，所有的我为什么在世俗当中也并不存在等等的道理。那么这样就能产生出对治烦恼的智慧来。最后呢，按照这样的智慧进行观察修和安置修的修持，那么让智慧产生的分别智慧融入自己的相续，最后产生出能完整无以呈现发意的分别妙慧来。如果大家觉得效果不理想，没有产生文思修善慧相应的作用，那必然是没有入力按照文思修的规律去学习，就应该重新监察学习的方法。还有这里必须要提醒的，有些人呢刚学佛的时候呢好像心性很大，烦恼并不很强，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反而觉得烦恼增加了，心性也受到了影响。有这样的情况正是做翻译，那他是不是真正退步了呢？我认为啊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刚学佛的时候不认识自己心中的烦恼，之后呢随着文思的增加，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这才看到了很多很多烦恼，而这些烦恼是无始以来妄动的制作细节所形成的，是一直存在的，因此呢能认识到他们，这是一种进步，不是坏的现象，是好的一个现象，是一种进步，用了问慧认识自己相续的烦恼了。这我打个比方来说，就像看大海，远远看大海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一片宁静的海面，但是呢当走近之后呢就发现海面上翻滚着许许多多的波浪一样。这是一个。然后呢再讲一个另外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要提醒个别道友，有个别道友呢确实他就是不是特别精进能吃苦做文思修三个次第的学习，所以呢在不注意的时候呢容易把问慧当作是真正的修慧，口里说一些很高深的法相名词，比如说自心光明啊、烦恼即是菩提啊等等，然后呢盲目的认为自己呢已经获得了这样的领悟，这是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思维，没有仔细体会，没有观察之相续所导致的。念思会都不是
根不是秀慧，这一点大家要仔细的提防。那么总而言之，文思修三会的作用是强大无比的，是世间上的任何事物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虽然修慧的获得需要对治自己的咎由的习气，因此呢并不是那么轻松，但是呢四会和问会只要认真的学习，如理的学习是不难获得的。他们产生的作用也足可以认识烦恼和压服烦恼。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获得文思修善慧，会对学佛者造成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呢，下面再来看看第五个方面，缺乏文思修的严重后果。这里我们第五个部分就是讲缺乏如法文思修的严重后果。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缺乏修慧的后果。所以呢，第一个讲缺乏修慧的后果，在经过精进的文思，已经获得了文慧和四慧之后，有的人呢会在这里停下来，不去进一步利用四慧来进行修持，这是对于如意宝的一大浪费。就像饥荒的时代，已经饿得皮包骨透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大米，煮成了热气腾腾的一锅米饭，却放荡了一遍不去享受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清楚，这是咎由的习气在做障碍，也是业障先欠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修慧的作用是来自自相续的圣称，是持续不断的。相对而言，思慧呢还属于粗浅的一个层面，而且是间断的，只有进行相应的如理作意的时候才会呈现出来的。因此呢，在不作意没有入力再在观修的时候呢，经常是阴魔不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真需要不断的把它调取出来，进行反复淬炼，使它变成自己性的良好的习气，以对治掉咎由的习气。如果没有心存秀慧，就无法获得教法真法当中真法的殊胜价值，难以进行真正的续佛回命的事业，不能真正有效的救度众生。因此呢，在获得四慧之后呢，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产生秀慧永不停息，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其次呢，来看看缺乏四慧与秀慧二者的后果。所以下面就讲第二，缺乏四慧与秀慧二者的后果。如果只具有问慧，不进行如理的示威，就不会产生四慧，修慧也就成无缘自遂，不可能产生了。那么文慧虽然呢能认识到自己的种种烦恼，但是呢在没有深入思考烦恼的过患以及对治的真实方法，或者呢对治掉后的安乐的时候，那这个修学者依然有可能会放纵自己，任凭烦恼的生起。所以呢，有些人在闻思一段时间之后，觉得烦恼难以调伏，就打妄想去求一个高圣的调居法门，然后呢住到没有人烟的山洞里去修行。其实呢，要压服烦恼，四慧就完全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烦恼的真正面目、烦恼的起因、烦恼的过患等等，经过深入的思考，在内心当中呢获得了坚固的定界之后呢，这些烦恼再度出现的时候，自己就能对他们产生严厉，并马上能把对着这种烦恼的入理作意给调取出来。无论是贪心、嗔心还是嫉妒、傲慢等等的烦恼，虽然还不能保证他们永远不生气，但是呢可以保证生气之后马上呢
就能进行有效的压服。如果没有心诚社会，就不知道如何对治烦恼，在烦恼生气的时候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破坏自己的相续了，而且呢还可能继续以非礼作揖来助长他，加重他的破坏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不用去找人打卦，去问自己是造了什么样的魔障，因为这是正是自己在生气和助长烦恼魔啊。自己已经向烦恼魔投向了，成了烦恼魔的一个眷属，所以不是外面去找人去打卦，因为你自己没有智慧，压服不了烦恼，然后呢就是这个烦恼在作怪，不是别的一个魔王伯勋在给你做什么别的违愿，所以呢还是要用智慧等等来压服烦恼党，这样的话呢才让你心呢真正调整起来，真正降服烦恼，是这样的。那么而只要坚持不断的闻思，在心中形成扎实可靠的温慧和智慧见解，就能呢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了。所以呢就是有些道友啊，虽然有点听闻而产生的问慧，但是没有速速观察，没有再在思维，没有形成真正的智慧，所以呢有时候烦恼上来了，当下这个情绪就非常糟糕，然后就压不住，然后人为是别的一个问题而导致的，其实不是这样，就缺这个智慧，没有压服到烦恼而已。那么最后来看文思修三会都缺少的后果，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第三，三会俱缺的后果。那么文思修是佛法传承的主要一个形式，那么如果缺乏文思修，就会直接导致佛教的衰退，使佛法变成名义上的佛法，实际上和世间法一样了。这就是文思修三会都缺少的严重的后果。佛法之所以与世间学说和其他宗教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佛法指出了世间法的本质是苦谛，以及困扰世间安乐的根本因素是业和烦恼的基地，并且呢指出了消除这些苦与烦恼业障后的基金状态和真实的途径，也就是灭谛和道谛。如果你看到这些内涵，佛法就失去了佛法的特色，和世间法区分不开了，这会导致学佛者不知道佛法的宗旨和不知道佛法的目标，不会首先改造自己的相续以及提升自己的相续，而自去从事一些和佛法有相似的印象的佛法。那么这个呢像世间的盲人一样，其实呢比盲人更可怜。世间的盲人呢还有可能善根成熟精进文思修，但是呢不精进文思修的人，在世间的沾染当中会不断增长邪执邪念，助长贪嗔痴的烦恼，这样解脱的明根呢就会被中断，而与解脱的机会再一次的失之交臂，实在是最为可惜的事情。如果没有如理如法深入进章，甚至呢还会推迟掉对三宝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仅仅从事一些世俗的善法，那么有很多宣扬人天三法的外道也在一样弘扬，这就很难和他们区分出来，很难突出佛法的不共解脱的特色，而且时间长了，推迟皈依变成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或者呢变成坏道徒，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我们需要知道，在得道出世间生者兼道自遣凡夫终生的心里没有差别，都有外道编辑我自的种子，外道也会说某些法是如幻如梦的，但是呢他们把要祈祷的身啊自信啊之类的肯定说成是实有的，他们所谓的解脱就是一个实有的圣，把自己呢超度到天上去了，
而不是通过文思修消除我这消除烦恼视线。如果没有文思修，认识到三宝的殊胜意义，认识到护住阿弥陀佛的不共功德，有可能修的是内道的法，但是持的却是歪道的见解，有可能在按歪道的方法再祈祷三宝，再祈祷阿弥陀佛，虽然这样做祈祷也能得到一些价值，但是呢，这和三宝没有真实相应，和护住阿弥陀佛没有真实的相应啊，没有相应祈祷得到的价值也是很少很少的。那么要避免自己间接和修法式的歪道倾向，就要一切以正法为标准，不能以自己的分别念为标准，要通过踏踏实实的文思理解到轮回涅槃众生佛还有烦恼智慧等等的实际意义，而不能按自己的习惯去做似是而非的理解，这样就能保证自己在修行的是真正的佛法。那么总而言之，没有那文思修就没有那法报的价值。那么这个世界呢，就像太阳陨落重新又掉回到了黑暗那一样，这是众生最大的盛世。佛陀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而获得的，度化了无数的众生，又经过历代注释代代相传的珍贵的甘露佛法，到我们这里就中断了，没有了。这就像世间家住的香火中断了一样，众生解脱的可能性也就从此中断了。说实在，这就是对佛菩萨的最大不敬，也是对光大如母尤庆的最大的不孝，是当今佛弟子们最应该共同努力竭力方治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呢，就是缺了这样真正的文思修，没有如法的文思修，那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Namah Amitabha。
是刚才是佛阿弥陀的求天土众生为得无穷极我诸佛善知因缘会相，愿陀念佛人感应随之现，临终悉盘经分。明在目前，且闻且听经脱身极乐国，解脱了生死入国土一切。誓愿度众生，众愿成佛道，悉弘有情，我愿度众生，悉弘有情，我一切随我一切